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今天把八恰点出来好了，差7000经验，开个储备。用那个哦，还不要买是啊，对啊，等特价再买啊。嗯，点出来之后再测就可以不用玩了。不是？这台车应该还不错，还可以吧，没有到很烂的。嗯，不太好用啦，真太的，低的关系了，什么太低？太低吗？单发。哦，而且短天窗太短太长了。把 trail 比较好吧，直接的。它短田装一样，但是伤害直接高了990啊。哦，390嘛。对啊。1个小时，自由经验。哦，我也要开一下。好了，这张图好常遇到我超不会玩这张图的。哦，这不太玩。每次这样子都打很差。大部分是分两条啊，90跟120啊，中间敌人都躲在那个底线黑墙里，我每次跑中间都被两边抽。中间看你啊，中间露头都会就是蛮危险的，部分狙击都架好我了。试试看走1、2线好了，还没走出。看，又有红色的队友。至少我们有个蓝的啦。红色那种就是莫名其妙就死掉了。走太快了。干！我那发没中，靠腰哦。还好吧，后面死掉了。
干，我硬吃了一发，干，气死人呢、欸。是啊，干！我一直 miss 掉，干，有够气耶！队友后面队友冲上去啊！我靠！啊！妈的，操！干！我 miss 掉。我这也过不去哦！干，我真的觉得这张图街道设计的很烂。完全不懂它是怎么设计的。宝贝，被接了。真的完全不懂这张图怎么设计的，不管走哪里都是直接。错、哦。我推七来吧。我没有硬车。他们打不敢打进来，因为我们有一台 T57 Heavy， 还有4005，他们不太敢打进去。而且他们是橘色的。你会上。我那台 RHA 会玩哦，那台要先弄掉。走一招吧，必修，才480人是怎样？哦，263也在外面。77也在外面。干你啊！开窗了，干没？
感 T30太痛了。我炮在外面，猫。两台砸了，没卖哦。一台263。因为我打不穿你啊，啊。到底怎么被亮到的？手伸就这样，飞掉，太冲了啦！啊，那场还没打完呢。这场打多久啊？7分钟。上一场，要等他吗？半场还没结束啊。对啊。还那么久，应该有机会啊。12分钟，应该快结束了。久了就是平手啦。哇，引擎 okay, 好，所以只要点45000。OK， 今天够。看看有什么车。现在有什么东西在特价吗？好像没有。哦，消耗品哦，消耗品特价、哦，好、哦，我的消耗，我记得我东西用完了，嗯，哦。不对，是的，干，他现在新的商店好卡哦，而且你也看不到你的仓库有多少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买多少消耗品，我觉得设计还蛮烂的。看一下库存的消耗品，急救包
30个灭火器哦，300个好、哦，所以我需要买急救包跟工具箱。啊，算了，先加入战斗好了。两场都赢了，都赢啊！对吼，可恶。可恶什么？打很差、啊，我剩乘以3就没了。看，2000经验还差5000。啊，两个红的，看我现在看到红的，我这一块就快被吓死了。朱里我要往下冲，哦，中间好，很肯冲，就不用做冲的这种事，冲。冲啊！对啊，你要冲。没有啊，如果他不冲，我就要走那。第二线哦。而且我705速度太慢了，他没办法，考虑你知道吗？弹夹车冲到下面就没有发挥的作用了，还是算了。705要去哪里、欸？我给他卡那个点、啊、也可以啊。主要是它速度最好是冲得到啊，然后前面这撮草没有青檀去占，青檀现在在我背后，蓝色的第四角，中檀这么多，哦，中檀当黑枪的，到。太绿色的耶，他有病啊！430兔已经压到那里，哇哇，逼死！对对。准备被打屁股的概念。哇哇，对，你怎么推那么快啊？应该去支援吗？我不可能啊！感觉人太多了，太多人了。顶多只能卡在。青云后面嘛，那被吃掉了。一堆中坦堆在后面，不知道在干嘛的。干青云后面一堆中坦欸，然后就直接看青云在那边挂掉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为什么会被亮？
你怎么乱炮控？哇，天啊，要蒸发了！抓自走吗？你要我去抓自走？对啊。好、现在这个时间，可是我怕四零七。嗯，他们不会，应该不会往回跑吧。哦，四加零 U 如果卡在那四零七，自走，自走好像在这边呢、欸。我刚刚在这边被打到。好，那先这边先看看。最好是被梯子扛下来的那一招，我要被自走炸了，自走死了啦！哦，自走哦，还好哎，不然我会被那个自走炸死。我看能不能从这边亮到人，这一步干嘛去？先梯我这边打不到，他可能要往后退一点。那三一六十二。哇，我被亮了。OK 了，被亮了。这边不太，瞄不太，瞄不太到。哦，哇，哇，谁打的？地板。我看地板那打的。哦，他在我后面。我感觉起来了。感觉他又跑到那位置，我打不动。但是那只 T 十在盯我，把我飞出去了。看一下我能打到猎犯 ，T 十要被弄掉，刚被抽屁股。太好了，好，我从侧面打。第一次早该死了，我刚有一枪打到他没穿，他血量那么少，不应该填装了。
于五场战斗。哦，不对，我开储备，所以大概三场，两三场，两场该够了。你用金币去把它点出来啊？什么？你是要金币把八架二五一点出来啊？金币？对吧？还是自由经验？啊！我现在开这台车，当然是用战斗经验啊。哦，跟这台玩那么久了，是20多万吗？两二十，那是啊，对，那是20万整。不快要解到了，我这车也开很久了、哦，梯子就跑上去了，那我就跟着上去吧。嗨，发下一批。太多了，不要打吧。好吧，我没料到车这么多。今天打好冲哦！一只干六玩那么久啊！今天怎么打这么冲啊？好，那只猫是圈，他们一定打不赢。啊，我现在到底要去哪呢？回上面还是打那只猫是圈？回上面好了。啊，那几只居然上不了山了，有够烂的。赶上面全灭，傻小。啊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还没三分钟就挂了，冷静。都帮他们把卡打掉了。哦，这样也还可以啦。干，他们剩下三台，一个人都没有杀到哎、欸，有够烂的。我觉得上面也不太敢下来了。上面是橘色的。我这样怀疑，因为我刚应该走下面的。他们不下来，其实我也没好打。你可以去那个B7 那边麦头开光，就卡着那个坡，你虽然浮角不够没办法打人，但是探出头就可以开到光了。靠，底下灭了啊！哇，那么队友啊！
看起来是要冲了。你右边可能会被 T 54打，要注意一下。黑掉我。也 T 54。这么好擦，我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有什么不堪一击啊？排名有够低的。差2000-2500。
5020来这边干嘛啦？他绿的耶。哦、oh, ，shit！ 干，我智障，我干嘛停下来？太久没玩了。就叫他不要来，来这边干嘛啦？跟自己，哇，热呀！后退啦，干区，你也打得赢哦。哎，血都不见靠腰哎、欸，干！妈的，敌人得跪在基地干嘛哦？哈，气死！你血量是天兵。操你妈欸，干！啊！都超啊！今天人都一大坨的。走破应该快下来了，开炮！拜托 ，Mouse Chat， 开炮！干 ！SN 啊，没人看了呀。嗯，别太吗？这要打很久啊？换台吗？这要打很久了。你说蛇体哦？哦，你已经换了。不是，我以为你刚才是刚才那台。好了。
哇，就是要被 NN 搞了。一本九零在那边干嘛？打他！干，没有人黑枪啦，靠腰！都跑到这个九零那边来了。哦，我来了，头到骨。那边状况怎么样？哇！我不知道要砸我几次才爽。你有出去点人出来啊，打不到。靠！快点，快点！不用，不用，那个。点啊！等火爆把他们炸光就好了。Oh shit！谢谢。好，一人终于下去了，你要不要一起下去？哎、欸，我血不够。我现在下去直接在四个人中间。
艾米尔在秒我。快！敢居然摔死哎、欸！这车怎么会、欸？2000经验，可以，储备时间应该够。会想先待在 F9 那边黑墙，然后再看情况冲进来。对啊。哦。再看情况冲进中产线。那看您的清盘小弟有没有要去那里啊？他往前面冲了。如果你中坦线能制造出空隙的话，我能冲进去打一轮。可以啊，这个我最拿手了，我都把其他重盘当作笨蛋来看。139人开到那里没有人了，那他站那里可以开到过那个水沟小溪的人哦。哎，看到 P12，抽吧，狂抽，抽啊，抽到半血再跟我对，拜托。啊，结果没人打，没人打，拜托，没人打呢，好棒哦。亮到的位置太后面了吗？一都没靠哎、欸，对面的，太棒了，烂堆哦！我给艾米尔兔爬上去了，好棒的队友！给他们开进来了，哇！大家看，我都退了。这里会被火炮砸、啊，那、我要推另外一边来对啊。你那里其实不会，你不要往后推就不会，在你右后方那边才会被砸。哎，就是你现在的位置。现在还有高山，哇哇，还有艾米的高山。
货。三台车，好，我等一下找机会过去。艾米尔，艾米尔 two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啊，操！我不能后退，我不能用后退的啦，靠！干你啊，自走！靠！你差不多。打不穿哦，打不穿有没有痛苦的感觉？应该是两发的，来来打我，来来打我，我这样就给你打。来啊，进一次。我靠，还弹弹！啊，你是依然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还是你现在弹掉哎、欸，好笑！弹掉2000多，等于一台车的血。46经验，直接打电开好了，可以取消最爱了。等一下，再打一场可以吗 ？OK 啊，我只是我剩六分钟。我知道啊，我只是先打这个阶段结束了。哦。好了，把巧言发出来了，影片可以结束了。